你可回来了，爷！医院没有咱家厂快吧？还是回来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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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爷！我孙子没说什么时候回来，快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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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爷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爷，你小心点，慢点，慢点，把鱼都给你养着呢。 爷，中午吃点啥？这是按照你上次为徐丽莎要款时说的意思起草的一份协议，请你过目。来真的？你以为闹着玩呢？如果你愿意全盘接过去更好。 不愿意全接过去，入一股也可以，就按这协议上办。你让我好好想一想。哎，我上次让你问那些东西到底怎么样？我见实物定不了啊。这样，陆远，这典当行，你到底是咋打算的？你怎么老是在这件事上纠缠不休啊？ 是不是有什么问题？没有，绝对没有。你让我先把建军的事忙完，回头咱俩好好合计合计。一言为定啊！其实，典当行你也不要小看了，运作好了，一样可以筹措资金。我和你相处了几十年，他的心思我知道。你是他唯一信得过的人，把斧子当开起来。 桂爷，哎呀，您这是干啥呀？快起来！为了东家，我这个做伙计的该出的力也全出了，我也闹了，你帮帮他。 帮我！哎，想啥呢？你让我问的照片里的东西啊，我必须和你一起见见实物才能定。行。喂，高庆。啊。又开始喝上了？刚开始喝。 咱俩是不是见面聊一聊啊？那行，那我明天上去。啊，哎，陆哥，咱明天回董家沟吧。去董家沟干什么？没事儿，崔芬他爸让我回去一趟。什么事儿啊？没啥，修路的事儿。哦，好吧。好嘞。 哎呀，这哥们儿不喝酒得死。什么人啊？一个还算有点想法的老板。有钱？说不清楚，开矿的。人咋样？人还不错。哎，你把那合同再给我看看。 你说这见了就喝，学问话有啥用吗？来，吃菜啊！干，来，多喝点啊！哎，小慧，来，让他们喝去，咱俩分着吃。来来来，吃菜吃菜！哎哎，你别管我，吃菜吃菜，来来，给，看看看，计划啊，吃瓜子。来，干，来。 实在实在，你说就那还说要学文化，这回来才几天嘛，天天都是酒。我那回去也一样，天天喝。男人们让他喝呗，不管他。就是，所以我现在懒得管他。小翠儿，让你叔帮你找个工作吧。那谁陪你啊？
你还能陪我一辈子啊？就不嫁人了？我才不嫁人呢，我就陪着爷。 卢先生，功德碑上刻谁的名字？郝建军。郝居士已给本官捐了不少，不如您捐的就刻您的名字吧。这20万是郝董事长还给你的，就刻您的名字吧。不用。也好，今后愿用查。 居士还没有醒过来吗？还没有。快了。你是怎么知道的？行了善，积了德，就赎了罪，好运会来的。但愿他能快点醒过来。卢先生准备成就一件大事。说不上是大是小，神情如此专注，说明你有诚意干好这件事。 定能成功。道长，你还真会恭维人啊！道家所言，居善地，心善缘，于善人，言善信。还望卢总能秉承大善，坚持始终如一，事成之时，让众道人给您做个法事，如何？好啊，决定干了。干。 我觉得陈琴生说的也有道理，利用典当这个平台吸引资金。刚好我爷爷希望我把福字档开起来，没有钱是寸步难行啊。对你来说是没有大钱，你还不死心？我真的是不甘心呐。啊，请用茶。啊，来来来，啊啊。 少少，你要干什么？你已经是做父亲的人了，怎么还这么不靠谱啊？你说呀！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。一开始吧，你是帮建军立沙，可现在呢，又要回董家沟帮你爷爷。我真不知道你是怎么打算的。我有我的打算。什么打算？挣钱。 你在龙岗拿了那么高的年薪，好，就算你现在失业了，但凭着你的个人能力，完全可以再谋一份好的职业。话再说回来，你就是啥也不干，我和你妈也照样可以养活你。爸，我已经过了让你们操心吃喝的年龄了。咋了？能耐大了？能耐大了，那就别跟别人干，自己挑个头我看看。 我会的，你永远不会。我看你净干那些没名堂的事。你的追求在哪里？你的目标又是什么？我看你是在国外白学了。老卢，也不能全盘否定啊。爸，你不关心爷爷也就算了，你不能不让我帮爷爷做点事情吧？爷爷不需要你。需要。需要你干什么？ 养老送终，我看你是太不了解老人了，人老了孤单了，有些想法就怪异的不得了。我看我爷爷头脑挺清醒的。你刚才说你要帮爷爷做什么？我是想帮建军吧。你胡闹你！你欠他们两口子什么了，让你这么不离不弃的？建军现在不是有困难吗？儿子。 你这叫执迷不悟！你看你爸家里闹的，啊，你就不该回来。哎，陆源，陆源，你到底是帮建军呢，还是帮你爷爷呀？爷爷说，尽量少跟你们讲。你岂有此理！难道我不是他儿子？那你坐下，坐下，坐下，跟我们说说。
我们也帮你分析分析。爷爷手里边有一批旧社会的当物，当物又是当物。老卢啊，让儿子说完嘛。这批当物本来人家是要赎回去的，可是咱们家的这个当铺不是烧了吗？爷爷就把这批东西一直存了几十年。他的意思呢，是让我把咱们家的老字号挂出去，把这批当物物归原主。 多少年了，爷爷不是不死心吗？恐怕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了吧？值不值钱我不知道，反正我已经找人鉴定了。如果是真的的话，应该能值点钱吧？我就不明白，值不值钱与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啊，一批陈年老货，我看你想钱是想疯了吧你？东西在哪儿？在咱们家老宅呢。 爸爸都是为你好，别生他的气。你是不是看上你爷爷的那些东西了？起初我也没答应爷爷，是后来贵爷跟我讲了很多我们祖上的事儿，我真的是感到特别的震撼。我也知道，钱赚多了没什么坏处。 话是不错啊，如果没人来赎这批东西啊，我想不能一直在山沟里边放着。现在爷爷和贵爷年龄一年比年大了，还是得想办法帮他们处理掉。你可要想好了，干典当行一定要慎重，这个行当在社会上名声可不好。那都是偏见，你没看看现在银行贷款多难呐？ 典当行就不一样，只要是你手续合法，到那儿就可以办，没有什么不好。你自己定。儿子啊，有一件事儿，我一直想告诉你，我这心里很不踏实。出什么事儿了？说心里话，我真想帮帮丽莎，可是我真的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 这事我知道。咱家买房的时候，建军垫了一些钱，我这话一直……妈，你拿建军的钱买房？当时咱家的钱不凑手，可是银行又催得急，建军也不知道从哪儿听到的消息，他一定给咱帮忙。妈，你怎么能这样呢？ 这么大的事儿，你也不跟我商量，是不是有人调查了？现在还没有。那以后呢？只要咱钱还上了，那就……我知道了。多少？也不是太多，几十万吧。你说，我出国读书。 建军给汇的钱，咱们家买房也是建军出的，不是全部。多少都不合适。是，我知道。所以儿子，你要是能帮帮丽莎，你就帮帮她吧。行了，妈，你别说了。哎，看半天了，你看出点名堂没有？
哎呀，得见实物，你不能去。哎，这事儿到底靠不靠谱啊？我同学家的东西，要不这样，你先去。如果看了这批货是真的话，我立马叫孙大哥去验货，怎么样？我同学可说了，这批东西。 可是值不少钱的，你瞧瞧人是不是？哎，我马玉军在收货的时候，什么时候拿不出真金白银了？再说人家孙大哥在这圈里，也不是个小气人呢。行，那你等我信儿。哎，我可等你好消息啊！我先走了。务必要落实到实处，见货，一定要进货见到货。是这样。 等他们回来，情况一落实，我立马电话通知你。记住啊，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，包括你点的行那个朋友，也不能吐露半个字儿。嗯嗯，好，那也就这样，再见。就这样。办公室里有您的电话。对，谁打来的？雨虹的黄总裁。告诉他我去台湾了，具体情况你也不知道。哎，等等。 给我订一张去唐安市的飞机票，越快越好。好的，马上要吗？对。也不知道爷爷那些东西值不值那么多钱。你到那以后可不要乱开价啊，免得惹爷爷伤心。行，我只看。 你眼神行不行？这些年在典当行也见过不少东西，总体假的多真的少。不过我认识不少这方面的专家，他们可以给咱长眼。那名字用老号行吗？可以是可以，就是不知市场认不认。这些年我在大东典当也没干出什么名堂，不就是个名字吗？换一个无所谓。 服务员，哎，司机走了，走了，一会儿天就黑了，走这山路你放心吧。没办法，明天有一个长途必须得赶回去。啊，对了，爷，咱们这老字号真的那么有名吗？<笑>那可不是吹的，挂出去你就知道了。这旧社会的东西，今天还有人认吗？哼，那要看什么人耐经营。<笑>贵爷，现在是信息时代了。 不管谁来经营，都得宣传。哦，把咱们那东西让陈老板看看吧。不急，你得跟我说说你是咋想的。啊，那个小翠啊，哎，你看高庆回来没有？好。爷，是这样，我刚才呢大概跟您说了一下，陈老板这儿有一个现成的典当行，我打算参股，名字呢还用我们的老名字。 这啥是股本？我的钱再加上东西。东西，啥东西？钱呢？爷爷，听卢源说，您这儿有一批老物件。哎，老物件是老物件，股本是股本，两码事儿。是两码事儿，可是别人赎了咱们的东西，到时候不就有钱了吗？ 我可以用这些钱作为股本。当年咱们给人家的是金圆券，是大洋，现在你收啥？按啥价？咱随行就市不亏了他呀。可不行。怎么不行啊？东西是咱福字档出市，未能按时交赎。现在按市场价，恐怕不合适吧？ 那还得给人赔钱才行。赔钱？赔钱谁干？我干。那咱图个啥呀？图个信道。这不合适吧？合适。哥。哥。哎，喝多了。来晚了。哎，陆爷。棍儿。
扶我回去。哎，不歇着了，你们聊着吧。哎呀，别咋了，躁躁的。啊，没事，咱们聊。啊，对，我给你介绍，这是我同学陈钦生。啊，陈老板，你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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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是高庆，高董事长。哎，你好。啥董事长不董事长？来，坐坐坐，坐。哟，高庆啊，又喝酒喝多了。咦，一眼就看出来了，眼够贼啊。咋说话呢？没大没小的。谢谢狗奶。喝点水。谢谢。高庆啊，我打算在典当行入股，你干不干？咋又冒出个典当行啊？那个大厦不干了。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想法，你可以考虑。我还是那话，你干我就干。资金有问题吗？钱没问题啊。得入多少？多有多入，少有少入啊。哥，多是多少，少是多少啊？起码得1500啊，2000万吧，对不对，陆总？差不多。而你看，那你入多少？我想用我爷爷那些东西入股，但是我爷爷不同意。东西能值那么多钱吗？再说了，典当行现在是现钱交易，东西又变不了现款啊。你倒是很清楚，我在典当行打过款，黑得很，哎，可是不少挣啊。也不能这么说，典当行放款那是国家有规定的。啥规定啊？哎，人急那会儿，除了命不能压，啥不能压呀？我可知道典当行宰人可不是一般。银行是嫌贫爱富，锦上添花；典当行那可是扶危解难，雪中送炭，它不一样。啥不一样啊？哎，合同你还没看呢，什么东西也都没最后定，干不干你可以考虑。我还是那话，你干我就干，等我余款一到位啊，我也村里修条路。完了，咱就咔里抹茶把这事儿给办了。那行，到时候你们两个做大股东。哇，这好说。那明天咱们还在这儿，把该签的合同都签完。改个名字，哎，叫什么来着？福字当。哼，这是个啥名啊？有点土吧？要是干，就必须得用这个名。啊，用，我听你的。建军，建军是我，你能看见我吗？听到我声音吗？建军，是我，建军。徐总。建军。从目前看，那你的情况是有些好转，但能不能完全恢复意识，还有待观察。那好，先谢谢你啊。不客气。吴主任，吴主任，我求求你，你救救他，他的眼睛已经睁开了，他的手也在动。我不客气。他会恢复的，对吧？他会恢复的，是吗？希望的，对吧？求求你一定要救他，一定要救他。他能看得见我，他能看得见我。吴主任，求求你，求求你一定要救他，一定要救他。顾源，哎，顾源，爷爷叫你。哦，先生啊，你先休息。好。爷爷，谈好了，差不多了。啊，他贵爷，把门关上。
孙子，嗯，爷要让你挂出老字号，那不是指望着你赚钱。爷爷，不指望赚钱不等于不赚钱，做生意哪有不追求利润的？这点爷爷比你明白。这样吧，让你贵爷跟你一起干。您不放心我？哎呀，爷爷是怕你把不住。记住了，见不到咱家的当票，不能把当物交给任何人。我知道，这是其一。还有，赎当的人你贵人也认识。这几十年都过去了，谁还认识谁呀？一定认识。东西呢，可以先放到城里，但是绝不能有任何闪失。爷爷，您还真以为会有人来赎啊？把这个带上，什么时候他走不动了，不走字儿了，就是来不了了。爷爷，这个表我不能戴，我希望它永远都不要停。桂爷，你没跟爷爷？爷爷，等开张的前一天我来接你。当然，最好的是拿着表换回镯子，卖了镯子算你的股本。能换回来吗？能，一定能。要是实在没有人来，等我死了再把它卖了。爷爷，这个表啊您先收着，睡吧，时候不早了。桂爷，您没跟爷爷说？我是怕他猛的一下知道了，身体挨不住。我知道。哎，对了，桂爷，明天啊，我的朋友想看看那些东西。干啥？我是想让他估估价。你要干啥？算了，回头再说吧。我先睡了，桂爷。不让看咋办？再想办法吧。发啥痴呢？觉得情况不美，不会吧？可不敢把狼引来了。哎呀！你去睡觉，我在这守着。太爷，今天咋样？嗯，卢元呢？啊，光带女婿捐款，队上搞了个仪式，卢元和陈老板替你坐席去了。你说这怎么捐就捐款嘛，搞闹腾个什么呀？哎呀，
现如今年轻人能这样啊，那就不错了。热闹热闹也是应该的。开档的事儿，我看就算了。为什么？卢渊还不答应？我心里不踏实。你有什么不踏实的？太爷，有句话我想说给你听，你听了以后可千万别着急啊。你说，你说，不着急。田一莲有眉目了。他死了？活着？在哪儿？卢元知道。我是没办法了。现在是什么情况？已经到法院了。不是说了还有一次面谈的机会吗？我已经替你说了，可是徐总，你也要为人家考虑考虑。我这次来呢，就是想告诉你们，我的使命已经完成了，该尽的心呢，我已经尽到了。事情到了今天这一步，我是无能为力了。今后，你们之间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都与我无关了。婵儿，宋副副行长。刘副总，嗯，你回去以后，让徐总再好好看看那份合同。好。另外，让他别生我的气。好，王老大，我就不送你了。好，再见。徐总，胡副行长让我对你说，千万别生他的气。他还说让你仔细再看看借款合同。他什么意思？他就说让你再把合同再仔细看看。郑律师，你马上去把合同再看看。好的。他不会是想耍什么花招吧？看不出来。合同咱们也是反反复复的看了无数回了，能出什么问题呀？徐总，我总觉得咱们这一次是被人算计了。谁？大厦都快倒闭了，你有话就直说。黄夏明，还有一个人知道全部的真相。谁？卢媛。是，卢媛怎么会不知道真相呢？这一切都是他安排的，他怎么能不知道呢？钱是黄夏明出的，孙仁利只不过是傀儡。够了，是卢媛让你这么说的，对吧？好，我现在就打给黄夏明。徐总，你得亲自问问卢总。我问黄总。徐总，我婵儿跟了你快十几年了吧，公司大大小小经历了那么多困难，哪一次咱们不是扛过去了？可是这一次，咱们有点困难。困难？困难在哪儿？困难就在于你执迷不悟，太相信自己了。你不像以前了，以前遇到困难的时候，你总能冷静地分析思考。你已经乱了阵脚，你清不清楚？你先去忙吧。
齐月在哪儿？我不清楚。让他回来上班。好吧，我找找他。卢元人呢？和秦生进山了。 那咱开始啊！好，校长，哎，好嘞。西祥叔，别叫我叔回去一趟。哎，行。行。啊，那我先回去一趟。行，那赶紧回去啊！一会儿过来吃席啊！行，我待会儿就回来。好，行，哥，等你喝酒啊！行，知道了。哎呀。 这说，披萨把学校的娃娃也给叫来了，这么大这事情，咱们整的热闹一点嘛。小样，娟子，娃们等着上课呢。我决定，娃们今天不上课了。赵静，我跟你说，这个我已经在线上给你申请了荣誉证书，光天给你送过去啊。这都是这么大，我都不好意思了啊。啥也不说了。 拿钱！哎，花子儿，高兴，高兴，快点！来人了！鬼缠身了，啥事儿？我公安局的高庆。 是找你呢，公安局找我啥事儿啊？哎，来了，快快快，钥匙给我，我去拿钱去。回去。哎呀，后座上放着呢，都收好了。你们快点啊！你是高庆吧？啊，我是高庆，我们找你有点事儿。啊，行。 你们到办公室去说，给你们倒上茶。高静，来，请。好，请。来，随便坐。你们是哪儿的呀？哦，我们是电瓶公安局的，这是证件。 啥事儿啊？找这儿来了？矿上的事儿。矿我已经卖了。知道，但是你得跟我们回去协助调查。调查谁呀？啊，是不是姓林那小子有啥问题啊？回去说。急啥？哎，有席便，吃了再走。哎呦。 咱们还是早去早回吧。你们这是干啥呀？例行公务。高谦，希望你配合。配合？我肯定配合。先把这摘了行不行？啊，别让我把人丢在这儿啊！我跟你们走。放心，我又跑不了，我又没犯法，我跑啥呀？再说了。 我还是在线上的先进呢。爷，您咋起来了？ 这，我听你不是人家说，你知道？我知道啥呀？就是田怡莲。啊，那是我们总裁的妈妈。找她，找她去。哎，爷爷，我去找，我去找，行了吧？我快点找到她，把那东西还给人家。啥东西啊？就是。 陆远，我去找高老板把合同起草完。
不能让你爷爷伤心呐，他等了一辈子了。我知道，贵爷。陆爷，哎呦，哟，这咋都起来了？这都，陆爷，今天队长摆席，要不您过去坐坐？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不去了。刚好给您送点韭菜过来。瞧瞧瞧，你看，刚说去啊，送来菜了，送那么多的。不去了，不去了，你们去吃吧。啊，行行行行行，啊，有拿了那么多吃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，应该的啊！哎，校长，小翠把装菜的盘子给你腾出来了，你拿回去啊！哎，好好，走。瓜蛋叔的女婿，让公安局人给带走了。为啥？不知道吗？我回去找他，车都不见了。不会吧？记得你说，爱就是甜蜜，藏在心中，总是有悲也有喜，小曲悠悠，随风轻轻地飘来飘去，我弹自己愁白的发，熬白的眉。记得你说，爱应该珍惜，记在风雨，不离不断也不弃。低声的倾诉，似水静静地送给了你，回首望去都转心意，春来冬去。是幻觉，当年那钻心的小曲，一唱再唱，思念依然在心底。春光岁月，你依然的绚丽，又何必为那残阳叹息？为那残。叹息，把那涩涩的泪，把那红红的血。